这歌声好像耳熟，是谁？阿娟，阿娟，云兄，你来了。咦，阿娟怎知我会来？这些年你在何处？过得可好？是一直跟随华佗前辈吗？云兄先莫多问，与我去庄上吧。等等，我还在寻我家主公。刘使君就在庄上，云兄不必其他处寻了。是，那好。此间有位隐士，复姓司马，名辉，自号水镜先生。早年我与华前辈离乡行医，遍行天下，后知这水镜山庄。水晶先生乃我师相熟旧友，精熟奇门术数，见我之后说是其我天资聪颖，便留我在此传授我诸般术数杂学。师父他老人家行踪不定，过段时间便回来看我。昨日水晶先生曾言近日当有贵客来访，果有应验。阿娟觉得有趣，也推演一番，乃客星入景门之兆，当有故人来访。思来想去，我知故人必是云兄了，果然没错。我在外日久，也颇挂念阿娟，今见故人无恙，更增才学，心甚欢喜。阿娟所学医术奇门皆为精妙，为兄心中甚是快慰。云兄过誉了，倒是听闻先生有位朋友号称卧龙，其人天纵奇才，天文地理奇门八卦无所不晓。阿娟可知我兄嫂当年的孩儿？如今云兄莫急，稍后自有分享。到了。吴九闻明公大名，何故至今又落魄不偶耶？备命途多艰，所以至此。不然，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。备虽不才，文有孙乾、糜竺、简雍之辈，武有关张赵云之流，竭忠辅相，颇赖其力。关张赵云皆万人敌，岂无善用之人？若孙乾、糜竺等辈皆乃白面书生，非经纶济世之才也。
这被异常侧身以求山谷之遗贤，奈何未遇其人呢？阿娟日夜想念之故人，今日到了。哎，是啊，先生，看来阿娟术数又精进了。这女娃娃，瞧瞧，毫不自谦，竟然如此自夸。也不看看师尊大人是谁，那可是水晶先生呀。子龙，主公，云护卫不力，幸遇阿娟才寻找到此，请主公治罪。无妨无妨，此蔡瑁蓄意设计，防不胜防，非子龙之过。幸有地炉之马，一跃三丈，越过潭溪，方脱离此祸。皇叔吉人天佑，今日幸免大难，有惊无险，必有后福也。承先生吉言，倒是方才所言，未遇其人，岂不闻孔子有云：“时势之意，必有忠信。”哦，本愚昧不识，愿先生请教。明公心怀百姓，天命所归，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，公当往求之。奇才安在？果系何人？卧龙凤雏，两得其一，可安天下。卧龙凤雏，卧龙凤雏，敢问先生，此二人是何人？好，好啊，皇叔不必多问，早晚可知。庄中景色秀丽，皇叔与小将军不妨四处走走，若是想要歇息，也已留出客房自便便可。云兄，请随我去见一人。今日可终于见到你了。二叔，我也可见到你了，一天天和我说你的故事。二叔真帅，琪儿要跟二叔一起玩。走。
咱们三人一起玩去，二姨和二叔好好陪陪琪儿。被蒙先生指点，若有机会定当厚报。皇叔如此，他日成就一番伟业，勿要忘却本心呐。云兄擅自珍重，盼云兄辅佐皇叔早成大业。若有闲暇或有草药之需，可随时来此地寻阿娟，来日再见。阿娟多加珍重，云兄一定早来看你。琪儿也是，一定要乖乖听话。二叔，二叔，记得回来看琪儿。琪儿最喜欢二叔了，琪儿舍不得你走。琪儿乖乖的在这里跟着娟姨学好本事。二叔还有很重要之事，等忙完这阵子，一定会来看你的。一定乖乖地学本事，琪儿等你回来。Thank you.
复兮国欲卒，大厦将崩兮姨母难扶，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，明主求贤兮却不知武。闻此人歌词，颇有毛遂逢宣之遗风，若非大言，必有实学。我急需闲事，此人莫非水镜所言伏龙凤雏乎？某乃刘备，敢问先生大名？某乃颍上人也，姓善名福，久闻使君纳士招贤，欲来投托，未敢折葬，故行歌于世，以动尊听。水镜先生之友，想来定是不凡，先生既肯赐教，是备之福也。敢问使君所乘之马从何得来？此前张武在江夏叛乱，我为刘景升平叛，俘获而得。此非的卢马乎？相马今有云：马白额入口至齿者，名曰鱼雁，一名的卢。奴乘客死，主乘弃市，凶马矣。虽是千里马，却只防主，不可乘也。此事已有应验，昨夜却得其一跃而过檀溪，救我脱难。此虽为救主，然终必有一防。某虽不才，却有一法可以攘之。哦，愿闻攘法。民公心中可有仇怨之？可以此马赠之，待妨碍过那人，然后可乘，自然无事。先生以备为何等人？我盼先生为我画策，先生不教我正道，却先教我利己害人之事，备不敢受教。哈哈哈哈，向闻使君仁德，未敢轻信，故以此言相探视耳。您遥新野木刘皇叔，自到此民风足，可见使君仁德及人也。某愿为使君效犬马之劳。原来如此，被误会了，先生勿怪。有请先生移步县衙叙话，请。使君与将军请先行，吾随后就到。吕翔率五千精兵直奔仙野而来。曹兵来犯，军师有何妙策？既有敌兵，不可令其入境，可使关将军引军于左，断其中路；张将军率军出右，截其后路。主公自引赵云出兵前路相迎，敌
而破矣。善，就依军师之策。诸将速作准备，出兵迎敌。来者何人？敢犯吾境？吾乃大将吕旷也，奉丞相之命，特来擒汝。无名之辈，焉敢夸口？子龙，可去诛杀此人。
军师之计甚妙，子龙一枪刺死吕旷，大哥掩杀敌军溃逃，正好入屋埋伏，将吕翔士兵斩杀大半，让他走入三地伏兵之处。吕翔那厮被二哥冲杀的抱头鼠窜，被我张飞拦住，一矛取了他性命，敌军多被擒获，爽快爽快。此战大获全胜，乃军师部署得宜，诸位奋力厮杀，文武聚力大功，可重赏军师及诸将，犒赏三军。主公，此战虽胜，且勿放松。曹仁屯兵宛城，今知二吕被诛，必亲率大军来战。曹仁乃曹军大将，能力非俗，当何以迎之？曹仁此人虽有将才，善于治军，然不能临机变谋，使其守城则可，若其主动来攻，是舍其长而就其短也，必有缺漏。犯纪之徒，昔日曹公祝融击破吕布，在许都时亦待汝不薄，何故再三反叛？曹操上欺天子，下虐黎民，我乃汉室宗亲，身是汉臣，奉衣带诏讨贼，何谓反叛？有逞口舌之力，我言无益，不如战场见高下。吾且问汝，能识得吾阵否？什么鸟阵？待俺冲杀过去，管教你落花流水。三弟莫要鲁莽，我观此阵甚有法度，内里定有玄机，且看军师如何安排。此八门金锁阵也，八门者，以皇帝奇门遁甲之八门，幽生伤度，景死惊开。金锁者，为其阵兵士变换勾连，能进绝入阵之军，恰如困锁。只是曹仁此阵学得不精，虽八门布得整齐，只是中间通嵌主持，
不得金锁钥匙，如从东南角上生门击入，往正西井门而出，其阵必乱。
Thank you.
禀报主公，起大风了。信风骤起，今夜曹仁必来劫营。何以敌之？主公莫忧，吾已预算定了，须当如此这般。军师既已定计，我当速去营外设伏。今日彼等胜了一阵，必清剿吾辈。众将士，随我冲进去！杀！是空营，
曹仁匹夫，而中了我家军师之计，金帆休走了，看枪！曹仁与李典拜回许都，见了曹操，气败于地请罪，
详述损将折兵之事。曹操闻此败，乃善抚慰刘备出计，得知此人真名徐庶，字元直，便用成昱之计，伪造徐母家书，将徐庶骗至许都。徐庶临别之时，走马见诸葛，刘备决定亲至卧龙岗，请诸葛孔明先生出山。人两次相访，皆未得见。至次年春，冰雪消融时，负责选吉日，沐浴更衣，三顾茅庐。夏侯惇引兵十万到来，如何迎敌？大哥何不使水去？哎，智赖孔明，永须兄弟，何可推掉？你素来不服孔明，正好借此机会见识孔明智计。翼德兄，主公之言甚是，大敌当前，不可意气用事。三弟，且看他如何调兵，既曾应与不应，那时再来问他不迟。好，且听令去，看他如何调度。
若实无才学，就莫怪俺无礼。众将已至，请军师号令。众将听令。博望之所有山，名曰玉山，又有林，名曰安岭，皆可埋伏军马。云长将军可引一千军往玉山埋伏，等彼军至，不必对敌，只需放过前军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，但看南面火起，纵兵出击，就焚其粮草。关羽，听令。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，但看南面火起，便可出。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。是。赵云为前部迎敌，不要赢，只要输。赵云得令。关平、刘封可引500军，预备引火之物，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，至出更兵至，便可放火矣。主公自引1军为后援。各需依计而行，勿时有失。孙乾、简雍准备庆喜筵席，安排功劳簿伺候。我等皆出城迎敌，不知军师却作何事？我只坐守县城。我们都去厮杀，你却坐在家中，军师好自在。剑印在此，违令者斩。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？我亦听从军师调遣，众人不可违令。也罢也罢，看他计策如何。哼。
间乃是何处？禀告将军，前面便是博望坡，后面是罗川口，就快到新野了。好，于禁、李典两位将军在后方压阵，我自去会会刘备。人直在丞相面前夸诸葛亮为天人，今观其用兵，乃以此等军马为前部，与吾对敌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。吾于丞相前夸口，要活捉刘备、诸葛亮，今必应吾言矣。夏侯惇，休要口出狂言，还不下马受降！吾等随刘备，吾孤魂随鬼儿。军已全吹进博望坡了，区区小儿不对敌，正如区犬羊与虎豹斗耳。
活捉刘备、诸葛亮，今必应无言矣。欺敌者必败，南道路狭，山川相逼，树木丛杂，倘彼用火攻，奈何？都督，南道路狭，山川相逼，树木丛杂，需防火攻。不好，立刻回马，军马勿进。
门第。军中相遇，再无兄弟。赵将军，请出招吧。这般执迷不悟，你我各为其主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今叔父虽重骑兵败，来日必有大军复至，兵戈无情，望赵将军与刘使君好自为之。曹军已退，我也班师回营去吧。